乔治，妈妈要做饭了。嗯，你可以出去玩一会儿，可是你一定要在家门口玩哦。要在妈妈能看得到的地方玩，不能离开妈妈的视线哦。咦，好的，妈妈。耶，这里有个泥坑哎，我要玩。Hey! If you jump in my jiffy, yeah, 这好玩儿，嘿嘿，耶，在泥坑里玩真爽，凉凉的。乔治该吃饭了。哦，乔治，你怎么在泥坑里玩呀？快出来，你的身上全是泥，快点洗澡。可是妈妈，我很想玩泥巴耶。如果你这么喜欢玩泥巴的话，我就给你洗一个泥泥浴吧。走上楼去。嘿嘿，嗯，妈妈，我的小恐龙也脏了，能把它也洗洗吗？可以呀，咦，走喽。乔治，你先换衣服哦。好的，妈妈。嘿，我跳，嘿，妈妈，我换好了，我坐在这等水放好。放水喽，放好了，乔治可以进去洗澡啦。耶，洗泥泥浴真舒服呀！耶，洗泥泥浴真舒服呀！谢谢妈妈。嘿。